Primary English Vocabulary and Usage for Junior Students 是一套专为小一至小三而设的英文学习软件，内容分为词语认识和运用两只光碟，光碟可以选择中文或者英文真人发声讲解。内容包括九个不同的学习单元，例如水果、食物、学校、日期、职业、位置、行动、相反词。入到学校入面会有真人发声讲解，一起来听下以下例子。Teacher's room. TEACHER'ROOM. Teacher's room. Teacher's room.是老师工作和休息的地方。去到水果店认识各种水果，一起来听下以下例子。Honeydew melon H-O-N-E-Y-D-E-W Honeydew M-E-L-O-N Melon Honeydew melon蜜瓜透过多个有趣的游戏作为课堂练习，在有趣的气氛下学习英语，令到学生更容易掌握和吸收。另一只光碟是有关英文运用，全碟分为12个学习单元，一起来听下以下例子吧。Where is the doll? Where is the doll? 个公仔放在哪里？当你不知道那样东西放在哪里，又或者不知道那地方的位置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一句问句去问人了。留意哦，这句是一句问句，问问题的字眼是 where 这个字。由于这句是一句问句，当然不可以少了个 question mark 问号，记住啦。透过多个有趣的游戏作为课堂练习，在有趣的气氛下学习英语，令到学生更容易掌握和吸收。有了这套英文学习软件，绝对能够帮助小朋友学好英文。